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火林新闻。为着要振兴北港糕饼甲麻油的产业，经济部委托中正大学甲台中教育大学的团队，收集上千张的老相片，并且是透过当地的画家的画笔，将北港镇的产业、宗教寺庙甲观光景点来呈现出来。配合着婚礼北港订会活动，伫咧北港个进行喜宴，举办幸福小镇本港红木展览，即展期为期三个月，嘛欢迎民众会当前来参观。北港镇伫三百多年个历史当中不断发展进步，即次经济部委托学术单位透过艺术文创个呈现，予大家了解地方产业个发展。最在地的蔡老师来帮我们从在这近千张照片里面挑选出他觉得符合在地这种情感的连结的这种照片来作画，所以这照片呢，现在目前看到的十二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计划里面近千张的辅导照片里面所挑出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情感连结、幸福感觉的那种手作坚毅的北港精神。糕饼麻油是北港的在地产业，这次画家蔡克忠透过油画艺术，和民众了解北港镇的产业、宗教寺庙、观光景点。哦，这是属于麻油方面的部分啊，因为麻油它里面的工厂，它的环境比较暗，所以我们在整个表现都能够用这种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它的暗，把主题抓亮，然后旁边稍微压暗一点。啊，这是我们在整个表现方面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除了画作的展览以外，这次大学团队将画作的内容结合明信片、书签、桌面的观光导览，呈现不同款的文创产品。明信片的话，就是运用蔡老师的设计，然后去做一些变化。然后背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就用依据蔡老师的话，我们去想一些适合他的情境，然后去把它留作纪念。配合台湾灯会北港灯区，管府建设处邀请大家踊跃来参观。北港这边是我们的灯会原乡，它是提早从2月7号开始就开灯展出。各位在赏灯游街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到我们振兴这个日新堂提供的这个振兴医院的这个展览场所来一趟丰富的这个文化知性之旅。这项展览为期三个月，到时欢迎大家来北港新会堂吃美食、看展览。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